恩典三六五，祝福你这一整天的时间活在一个上帝很大的恩典里，那个恩典叫做盼望。不管这天发生什么事情，你有一个很荣耀的盼望，说我的主是活着的神，他仍然在掌权，因为他活着我很放心。祝福你这一天是放心的一天，放心让主掌权。昨天和弟兄姊妹分享说，当我们愿意归回，重新把主权交给神的时候，你会享受一个恩典，那个恩典叫做恢复。神使许多已经被磨掉的、流失掉的、失去的恢复过来，已经好像死掉的又活过来。特别是爱的恢复，爱重新在我们人跟人的关系里面活过来。好像拿俄米说，我女儿们啊，那是一个爱的关系，不是一个法律的关系。求主帮助我们都活在一个爱的关系里面。那么什么是爱呢？圣经里面讲到说，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。到底什么叫做不求自己的益处？用一个更容易懂的话，就是爱当我面对每一件事情的时候，常常是站在对方的立场替他想，不求自己的益处。更积极的说，我是求你的益处，我站在你的立场替你想。当人人都可以站在对方的立场替他想的时候，很多摩擦、很多冲突就会减少。做丈夫的常常替太太想，做太太的替丈夫想，做婆婆的替媳妇想，做岳父的替女婿想，做哥哥的替弟弟想，大家都替别人想，整个世代会不一样，那就是归回。为什么会替别人想？因为心中有爱。神就是爱，当上帝的爱在我们里面的时候，他会做成一件很特别的事情。我们中国人常常讲，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每个人都是为自己的，但是当上帝的爱充满在我里面的时候，你不是被要求的，不是在律法下说，哦，我现在被逼的只好，好了好了，不要替自己想了，我要为他想。不是，是你活在爱里的时候，你很自然的会觉得，我在乎，我在乎他的感觉，我在乎他现在的难处。奉主的名祝福你活在神的爱里面。好像拿俄米，当他在那样的情况下，一个孤老太太被带到异邦，被流落在异邦，没有丈夫，没有孩子，没有钱，没有什么都没有的时候，他还能够跟他仅有的两个媳妇儿说，我替你们想，你们还是回家吧，你们去改嫁，你们人生还有机会，跟着我是没有指望的。我就在想，如果是我，我连睡觉恐怕都得拴着这两个媳妇儿，我就怕他们跑了。如果他们两个再跑了，我怎么办啊？我一个孤老太太被丢在一个异邦，语言不通，生活的技能什么都没有的时候，如果再没有这两个媳妇儿，我不是死路一条吗？为自己想，我死命也要抓着他们；为他们想，我会祝福他们说：“你去，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。”爱是为对方着想。奉主的名祝福你，神就是爱。当你归回到神的面前来，在上帝的爱里，许多生命里面的不可能就会恢复过来了。祝福你在你的家中恢复起神所造的爱。从谁开始呢？从我开始，从你开始，不是从对方开始。主啊，
让我活在你的爱里。我们一起祷告好吗？主啊，谢谢你这样的道理，我觉得很棒。但是我知道，如果不是你圣灵带我们进入这个真理，我们还是没有爱的。主啊，我们不能只知道爱的道理，我们要进入爱的真理。求你帮助我们进入神就是爱的真理，让我们活出不求自己的益处，站在对方的立场替他着想，带我们进入这样的真理。这是我们的祷告，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奉主的名祝福你，今天圣灵要做一件极大的事，不只让我知道爱的真理，带我进入爱的真理。上帝祝福你。清洒我窗前，大地苏醒真笑颜，你用爱装点这世界，我要细察变化，露水滴答滴答滴，揭开序幕交响曲，你微微笑牵住我的手，带我展开冒险。是